Oh,
再拜青鱼，再拜鬼头刀。我为什么变成一条跨海大桥？它是靠苏澳港跟第三渔港的桥，就是正式关掉那个桥门，预计今年年底就会通车了，就完工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再往里面走哦。多少是信仰星辰，就会
宋国策耳朵又黑林安平，哎，又是黄昏。